就给我5分钟，我这次来是以极客体育战队经理人的身份来的，我们要组建电竞战队，所以你不是来道歉的，找我成为你的队员，你是用得着我才想起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是我的工作证，还有企划书，我希望你可以看看。玩过一次游戏就飘到什么都敢干了，你懂电竞吗？ 你又看不起我，虽然我不懂电竞，但是我可以学啊。你别把电竞想得那么简单。那你也别把我想得那么简单。其实，你比谁都渴望重返赛场，对吗？这么久了，你比谁都要着急，不是吗？ 耍小聪明，自以为什么都知道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？反正你需要的是一个战队，我需要的是一个队员，所以我只是你刚好的选择，是吗？是不是这次你达到目的，又会把我踢开，让我把我最热爱的事业交到你手上？你承诺得起，做得到吗？回答啊！ 果然还是在利用我，你真不简单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你听我说呀，你好歹看一下我的企划书啊。